太碎了。什么东西？什么味道？妈妈跳过来的，有种甜甜的优格的味道，但是不是樱桃？你不要酒酿樱桃口味的。没有，你要吃跳跳糖口味的。你们拿，他吃了，他吃了，是你试试看。没有，他只是提，给你挤。那只是体验，好，很好玩，但是。如果叫我吃一整包，我应该不行。好险哈！那你要去吃什么萝卜的樱桃？听起来就不好吃。酒酿樱桃。怎么突然超多？